在上一年的春宴，我什么，我们古籍大概有30几处，后来我们有53处，所以我们做的蛮成功的，然后我们的募捐也很成功，我们以为会赚到，然后我们的募捐也很成功，我们以为会赚到1万多块，我们赚到差不多38,000-39,000块。 然后乒乓球活动，现在也很礼拜天的话，满满的。我们的礼拜天早上的太极已经上轨道了，跟开始的6个月前是差很多了，所以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了。所以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所以今天的交接会，我来交给我们的新会长陈永南。 大家好，我呢，经过了我们这个董事会的委托，以我同意之下，我担任了这个第22届的理事会的会长，4年，应该有4年的这个历。我们现在的工作啊，说起来是相当多，以后的话，我们慢慢我们再解释一下。像在我们这个。 我接受这个仪式啊，这个移交的这个手术，请我们董事长主持这个。好，向。 会所要整容，把会所整理得干干净净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，我们的下个礼拜的工作就要进行。第二，我们呢，在接下去也要举行这个历史的那个立场，我们的敬老会，还有呢，明年的这个春宴，现在我听说是他们这个日期时间都差不多有了。 以后大家才做个决定。还有今年我们呢，到2027年有一个大庆，周年大庆，那个是50周年了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些大家在经过50年可能不在了，所以这个周年是很要紧的，可能我们这个周年是在2020年。那么经过这些。 要做一个准备，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这些相片啊，这些投稿啊，这些资料要从现在4年当中我们要集中下来。再来的话，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工作要进行，比方这些福利方面，我大概这边的包括一下。我们福利的话，我当这边的话已经做了10年多了，大家呢，像梁局兄啊，这个秉政上面也是非常的。 支持我，他经常也有到场，这个是专门这个工作啊，很困难的工作。我们呢，每次我都有通过这个秉政，他发出这个email给我，在手机，因为他认识的比较多嘛，多半的人这些要找他，经过他通给我，我就在那边呢发了这个讣文，讣文交给这个。 买个零，买个零去他走那个邮件里面发出去，这个过程是这样。还有嘛，这个花圈问题啊，我来讲一下。以前我们的花圈在10多年前是60块、80块、100块，现在已经变成了120块，可能要到150块的，这花圈，这个花圈是一个我们主要的对象，不能也不能铲掉它。还有我们这个。 物力金呢，我们也到厂在发，以前是，我记得他们在10多年前呢，从300块减到200块，因为我们基金有缺乏，现在目前是200块，以后会不会再调整，我也不清楚，经过大家的同意，大家决定，现在因为目前看起来，这些商家他们就是经济情况不坏。每一个他家有他的能力，
虽然讲到这个复利，我们发出了这个当然一枚这个一席就是我们理事会全部100多个那个会员不在内哦，有时又在发，但是到场时又超过，有时没有超过3个人、4个人，我认为这个是大家对这个复利方面不注重，应该大家以后要，多多配合，到场，因为很多地方，有些不习惯，有些人好像对这些好像不是认识很高，以为是到我认识人我就去，不认识我就不去了，结果就不对。最主要我们这个干事里面，在理事会里面要带头，起码百分要60%或者30%这个到场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既然当了这个我们这个理事会的这个干事了，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量。这个我认为是应该要大家要认识这些人。以前不是市里讲过吗？我们呢做了这个上市一次去一次的，等于去我们去佛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回教10次了。结果是大家要，不是我们鼓励大家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参加，应该把我们这个会搞得好，因为这2、3个不是好，有时候找不到人。曾经我们一个时期10多年前，是会长那个时期有做了那个。